这是整人大丰收。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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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你的出场应该要尽量能够保持有两个突出物的这一种风格啦。对，我一直跟品瑜说，他就是秘密武器。那从16到18，我一直跟品瑜讲说，你就一直 ready 在那边，然后等到适合你上去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推脱了，你就一定要上。那这一次大概也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只是我是没有想到是用这个插麦进场，一票一票带我一起进入国会的这一种方式啦。对，你现在不是全国知名度，你现在是开始有国际的知名度，是你接着扫街一定会非常的密集，你要把别人努力一年的份全部在4个月内搞定，所以呢，接着当然要拉筋啦，要不然你会足底筋膜炎。哦，原来这是拉筋。对，对。第二个定型液，重要的是你去扫街的时候，除了用发圈以外，你一定要把头发想办法像我这样粘上去。嗯，以一个长发者常年的一个经验谈。好，好，然后我先这样吗？这两个不要。我们那一天你讲话的照片，除了那个就是有麦克风套以外，我们应该截了数以，应该有数十张图，应该有。对，我们办公室里面的兴趣之一就是收集品瑜的萌照，对，所以那一天很开心，就品瑜表现得很好。对，我知道我爸在这个位置上面他是蛮用心的，然后也很多的会议跟行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摊开来检验嘛，他有没有做事，我觉得就让社会来检验这件事情。所以你觉得是值得可以公开检验的，不用害怕。嗯，我觉得我们可能作为这样还算公众人物吗？我不知道，就算公众人物，作为公众人物本来就是要接受社会的检验，就像我现在也欢迎大家检验我的一切，也欢迎选民多多去了解我这个人。那你真的喜欢，你再投给我，不要含泪投票，我会让你喜欢我。对，谢谢，谢谢，谢谢。